家好，我是花莲慈院营养科的欧阳文婷。那立冬即将到来了，为了迎接这个寒冷的冬天，我们营养科为大家推出了一道甜品——食神银耳汤。那这是今天的原材料。那我们首先要先来处理我们的银耳。那如果注意一下，大家如果买的是干的银耳的话，你就可能需要提前两三个小时就要先开始浸泡。那这是我们已经预先先准备好的大概2500cc 左右的水，那我们就是把银耳撕好之后就丢进去里面。如果喜欢比较有咬劲的话呢，可以不用撕得太大。那如果比较喜欢更稠一点泥状的话，那你把它用越小越好。那注意就是后面这个黄黄的地方，因为它比较硬会影响口感，那在撕的时候可以用剪刀刀子或者是直接手把它剥掉。这撕起来的每一块的大小呢，就是按照个人喜好，如果喜欢比较有口感的话，就可以撕大一点，大概一个指节的大小就可以。当然如果更喜欢更泥的话，要用再有料理机，你要直接把它捣碎其实也可以的，就会变成比较偏银耳露这样子。那我们银耳处理好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倒入我们的其他料。那这边就是我们的芡实薏仁，然后还有我们蛋白质的来源，也就是我们的鹰嘴豆跟我们的黄豆。然后注意的是，因为鹰嘴豆跟黄豆它们质地比较硬，如果直接煮的话可能没办法软掉，所以建议就是前一天晚上可以先泡好。那我们这边是有已经泡好的，我们就直接倒进去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芡实跟我们的薏仁，这锅准备好之后就放入我们电电锅中。那外锅的话呢，是可以放大概两杯水左右，两杯水就是大概家里的用完两杯，或者是大概500cc。那就把它倒进去。好，那我们就按下开关之后呢，关下去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第一步骤，在等待它跳起来的过程中，就是可以去浸泡我们的红枣跟枸杞。那等它跳起来之后呢，就把它倒进去，外锅再加大概200cc， 大概一杯水的量之后呢，等它第二次跳起来，那就根据它的浓稠度，根据你的喜好来，可以决定说要不要再额外再加点热水。那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调味。那这次为了减低热量，我放的是赤藻糖醇，就是我们的代糖的一种。那全部完成之后呢，我们的成品就是长这样子，我们的食神银耳汤就完成了。